哥的红夫人啊。哎呀，现在看到红夫人那真是颜值巅峰啊，那你看惯了黑黑的手艺人对吧，现在看到红夫人那真是喜出望外。这把其实红夫人怎么说呢，这把红夫人能打但是也不好赢。红夫人打这个阵容你可以就感受得到是什么呢，求生者在救人环节不出问题，或者救人环节不被拦，马哥其实节奏起不来的，他能够有一个挂飞一个人三人开门战的节奏能打出来，但是你想打一个开门战多抓也没那么容易。那么你想打那个就是开门战之前就压制穷者完成的多抓三抓四抓就更别说了，打了一刀心理之后回头这边追祭司，坏老师提前先把洞打好，没有选择继续去追这个心理啊，他是觉得过了这个洞以后心里那个位置没有那么好抓吗？这把是一个金身红夫人，马哥对于自己的操作还是够信心啊。一个单古董商，可能也是上一把看到就是宠爱的这个邦邦是被古董商说实话真的棍子给敲烂了，所以这边自己选择带了一个金身，这样的话你古董商过来打架就是给我送，而且华老师这边的走位给到一些机会，那这边应该倒了。这波倒地时间上面来讲，1分20，接近1分20秒人挂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密码机的总量加起来3555，总量加起来两台都不到。我怎么感觉我要修正一下了呀？这个阵容，他如果说是以这样的一个密码机，我感觉这把求生者有点难打呀。大副这个位置，红夫人抬不抬镜子？抬镜子，这边去管的是这边的古董商，因为通缉到的是古董商，这边把古董商赶走，这一边能够防守一边能够赶古董商，先打一刀，这边人救下来，祭司是肯定没有操作空间的，一个洞，那你就大不了就现在祭司能做的是什么呢，逼出红夫人这波镜子，逼出这波镜子倒地，然后这样的话红夫人挂上人以后，他镜子在 CD 不能够立马去抬镜子往外打去干扰外围的密码机，就能做的就这一点了，再想要哎，哎，这什么情况啊？镜子有没有啊？那马哥可能要切闪了，这边过来赶一波古董，这一刀应该有了吧，这不能还没有吧，古董商，他奶奶的古董商，由于是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你交金身，你也不能去打这个古董啊。马哥这边切了一波啊，懵逼了，这波切反而给到了祭司一个很舒服的身位，不能吧？那这时候如果说你切个闪，把这一刀，我勒个老天爷！不能吧，不能吧，不能吧！幻老师，今天幻老师怎么这么猛啊？幻老师，再切过来，古董商，金身，完了，这波金身，但凡这一刀没打中，哦，不过还有镜子，一刀打中 ，buff 有怀表，机子其实差的不多呀，这可是个红夫人啊。中场的机子能修掉，不过还行吧，这边过来是可以干扰到虾哥的密码机能够被干扰到，并且通缉的是这个心理学家，但核心问题是马哥这边底牌直接切了插眼，待会儿古董商好像还能过来打架，这古董商还有两棍，打一刀漂亮心理，那这样的话这一波将心理击倒，其实求者救下来，我觉得马哥是能保平甚至能翻盘的，
因为现在穷者其实是孤注一掷啊，他们把自己的资源全部投在保这个。等会儿，等会儿，这红夫人镜子都不一定敢抬啊，抬了反手一棍。你敢抬镜子？你敢抬镜子？完全不敢抬。奈奈操作好，这边看，这边你击倒了祭司没关系，你击倒了祭司没关系，我古董商能打。转进能不能赶？赶不走，赶不走的话，这边切杀眼啊，不下一个眼，古董商留一棍，看一下有没有来骗。再来一棍就有了，一棍就有了，私人开门战了，我的老天爷呀！红夫人这边镜子 CD 还不能，镜子 CD 还不能抬，这个镜子抬了，因为有价。好吧，看一下这边古董商能不能跳地价啊？因为这里红夫人镜子 CD 过去可以直接抬走这个古董商的，但马哥这边好像没看到人。大富那边有怀表，抬镜子过去找大富，你敢切过来吗？切过来，大富这边是有怀表的，切过去镜子砍不到的话，大富这边是三段怀表能拖很久的，古董商这边应该是回头点门了。那看大富怎么跳地窖，这个心理应该是能绕过去，因为这个心理不进马哥的视野。先摇怀表，三段怀表，三段怀表。马哥这边的话应该是要拉开身位以后抬镜子来带这个大富，大富这边的话十八往前靠，怀表摇不到，摇不到失乐园，先走位，先走位，再摇一段，这边一刀，哎呀，平了。这也不太能再来救人了吧。